I have a confession to make. 哈利·伍达没有交税，他的生意赚了数十万，但没有提供医疗福利给员工。可是无情的哈利·伍达却赞同提高我们的税率，他赞同将一项工资税提高20%的计划，呈现家庭会因此增加7400块的费用支出。无情伪善哈利·鲁达，他现实没有交税，但希望增加我们的税金。国会领导基金负责此广告内容。Congressional Leadership Fun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ent of this advertising.